Hello， 大家欢迎来到 J Channel， 我是竹子。咖啡联盟活动在昨日已经正式开跑了，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活动期间新增的各大田野调查任务目标以及奖励吧。Here we go。有关活动的各种加倍内容方面，我们这次就不多做提及了，有兴趣的一样在影片下方前进寻找之前相关的影片连接来查看吧。目前活动新增的田野调查，其中包括就是旋转五次宝可梦补给站或是道馆转盘，那可以遭遇的奖励方面有胆小虫，补装15只宝可梦的话有御三家，补装25只宝可梦也是御三家，然后补装40只宝可梦方面有卡比兽快龙或是请假王，交易宝可梦方面有特殊装扮的皮卡丘，补装10只宝可梦有蔓莓果以及凤梨莓果，传送10只宝可梦方面则有红白球。那以上七个就是有关目前卡牌联名活动期间新增的田野调查目标以及奖励。好了，以上就是有关卡牌联名活动期间各大新增田野调查任务目标以及奖励，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做的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